旅美台将在春训大放异彩。日前，旅美台将陆续在大联盟春训舞台登场，其中张玉成率先敲出本季台将春训首轰，可惜后续场次因为伤势而提早关机，恐怕无缘争抢开季名单了。而随后，刘志荣也缴出了七球一局的优质好投，以及陈胜平上场代打两打时都敲出安打的好表现。后续还有郑宗哲开轰的演出，也让人更加期待这些年轻旅美好手继续能缴出发光发热的好表现了。